与你纠缠，此番不图往昔，无人与你助力。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大圣，不小圣，小圣饶命！我也是被那天庭胁迫，若非身不由己，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古怪说的倒不假，借再多的胆子，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。这幕后指使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